你可以不玩元哥吗？虽然你的元哥很强，看阵容吧，阵容不好拿我就不拿了。玩你的老大呗。我帮挑选英雄。求你了哥，你知道看他，你知道作为一万把元神看到这种话，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主播是没有办法去反驳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嘿嘿嘿。